运动消息，超级篮球联赛真无简单哦，讲来到彰化县比赛哦，开播新频道、有线电视以及大彰化新闻，讲嘛做回来参与这体育的盛事。总部总经理王宏生嘛，率领着啦啦队伫咧彰化体育馆替富邦勇士队球员加油打气。球员伫球场顶竞技，球迷甲啦啦队伫边仔热情加油。台北新频道有线电视公司嘛伫咧总部总经理王宏生的带领之下，参与体育盛事，甲大家做伙关注台湾篮球比赛。SBO 篮球赛事实上是台湾职业篮球的标杆，也是最有最高水准的篮球比赛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富邦勇士队呢，是今天打台啤，这是一场很经常的比赛。那我们凯擘新频道有线电视也是富邦集团的一员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带着同仁一起来这里，当作同仁的聚会，也帮我们的富邦勇士队来加油。SBO 超级篮球联赛就伫彰化，富邦集团东林热情赞声，组成啦啦队来替富邦勇士队加油打气。精彩篮球比赛，这次难得来到彰化举办，吸引不少民众到现场观赛，也借由篮球明星带来风潮，营造全民运动的风气。大彰化新闻罗富玲彰化采访报道。